画这个图可以了，我先把它存起来。有的时候老师，我画完不得存起来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存呢？啊，就是你直接连保存就可以，是不是啊？说这有保存呢，或者你都可以存啊，随便存啊。当然你点文件也可以保存啊，但这是直接保存，这直接保存的命令就叫 save 了啊，保存。它默认存到哪儿了？大家看一下，存到我的文档，是我的文档啊，啊，存到我的文档。当然，你说我想，老师，我想存别的地方也无所谓的啊，都可以存啊。啊，这个，它默认就叫什么朝阳几朝阳几吧，是吧？你说我叫一个别的名也可以，是吧？啊，存上了。而且大家看保存的时候，下边是不是有一个文件类型选项啊？有的人说，老师，我这个是2010，它默认是不是2010的呀？我这是2017，它默认是不是保存2017的呀？我这2007，默认就2007的。啊，当然你说我这个2017的、2010的，但是我想给我在那个电脑没装这么高的版本，或者我交作业的时候想给老师交个低版本的，让老师能打开，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存其他类型的版本啊？大家看是不是啊？啊，就是你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它默认存什么类型的版本，可以选择的啊。啊，就像咱们 Word，你那个2010的 Office。你是不是也可以存 Office 2003格式的呀？是一个意思啊，大家看见了吧？就可以存，我这就不改了，是不是存上了呀？啊，看到了。当然，系里保存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设置的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我在这个空白位置右键，下面是不是有个选项啊？看到了吧？选项这个位置有一个打开和保存，第三个看有个打开和保存，你看它有个默认保存什么类型的？就比如说。一般呢，我要求同学呢，就是你画完作业，咱们通过网络交作业嘛，我通过网络来提，是吧？我估计下周吧，下周咱们要交第一次作业了。默认大家给它改成2010格式的。当然，你说老师我就是2007的，那你就是无所谓了。就是高版本同学，因为给我传过来，我再转换比较费劲嘛，你可以转它的默认保存什么格式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它有个自动保存的选项，默认是十分钟存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存过一次了，大家看看，我现在是不是存过一次了？以后每隔10分钟它会自动存一下，但如果你从来也没存过，它是不是没法给你存呢？所以大家注意啊，咱们写的文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保存，你不能说老师我做了一下午，结果电脑死机了，我白画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定要及时保存啊。有的时候老师，我的存的名不对，我想存的别的名儿，比如咱们一般让大家存的时候都存什么名啊？你的班级姓名和学号是吧？你直接成朝阳一了，是吧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另存为呢？这直接是有保存的呀，就点文件，其实有另存为的啊，或者你点这个也有另存为，看到了吧？啊，另存为。这样你就可以改了别的名存起来了，或者其他格式里存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当然它也有工具栏，可以加什么呀？加密码。但大家注意，不要给它加密码，加密完密码你忘了密码呢，再也打不开这文件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就是啊它的另存为，它 PPT 叫什么呢？咱们看一下。啊，新建时的打开叫 open 啊，保存叫 save，另存为呢就叫 save as 啊，对，啊，比如说现在我保存完了，我又打开谢帝箱，打开那个我上一次截图，我接着编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看一下，我刚才存完了吧？我把它关了，啊，关前。我想再存一下，我存了一下，啊，这个左边一个图是吧？我就不存了。比如说我要打开我上一次存过的图，怎么存呢？有同学说怎么存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你直接打开就行，是不是有打开按钮啊？或者文件是不是有打开呀、啊？是不是能找你那个图啊？
或者是如果你存过了的话，你在文件下方是不是有个你存过的文件的列表啊？你是不是直接可以打开啊？是不是？那大家看，我在打开的时候，我选择某一个图的话，在旁边是不是有个缩略图啊？你看它的缩略图，是不是啊？就打开啊，就是所谓的新建呐、打开呀、保存呐，和它的一些选项啊，还有状态栏的一些常规的含义，是吧？我等下看 PPT 吧，就看在讲什么了啊。保存 save 是吧？换名 save as 是吧？这个我就不开那个全屏了，没有意义啊。并存为，这里我刚才说的选项的自动存屏，我给大家说了是吧？右键选项，它默认多长时间存一次，是吧？这个啊，给大家说了，这个是备份文件啊。我说一下这个备份文件啊，大家注意，CAD 当保存完之后，你再存一下的话，它会生成一个备份文件，它的后缀名会.bat 啊。大家注意，你交作业的时候。不要交这个扩展名为.bak 的文件，同学是不是这样呢？咱们看一下文档，是吧？刚才我存到我的文档了吧？是不是多了一个文件呢？那你说你交作业交哪个呀？一定要交底下这个，带图标的这个，不要交这个白的，知道了吧？交这个。有同学说老师。为什么底下还有这个跟他们一样名的呀？叫什么？TWL 2啊，这是锁定文件，因为你这文件是不是正打开呢？咱们的 CAD 是不是正开着呢？正开着，正要编它呢，所以它默认开那个锁定文件了啊。当我把这个文件关了的话，我看一下，锁定文件是不是不见了呀？但你交作业注意啊，你交作业交哪个呀？交带图标这个啊。不要交这个，因为有同学电脑默认不显示后缀名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咱们 CAD 默认后缀名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你们在命令区打一下子，CAD 后缀名是什么？你们看到了吧？自己敲一下。有同学简单打一下，CAD 文件后缀名是什么？看到了吗？DWG 啊，有同学说啊，老师我看到了 DWG 是吧？所以大家看啊，以后这个后缀名是 DWG 的，就是咱们的什么呀？CAD 的文件，就像咱们 Word 默认存的就是什么 DOC 啊、DOCX 是不是啊？它都有自己的后缀名，只是咱们默认的Windows 它可以隐藏后缀名，可能看不着，但咱们保存的时候能看到啊。有的老师我没注意啊，你看一下。咱们给刚才那个咱们幺幺给它打开了啊！你在文件保另存为吧，是不是啊？什么什么图形星点什么什么呀？看到了吧？他们这个是不是啊？注意啊，它的后缀名，这大家一定注意啊！别后缀名都不知道，那加密我刚才说完了啊，关闭就简单了，一关就行了，是吧？如果您没存钱，还是问你是不是保存？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啊，是吧？退出就直接退了，Q 了，退 CAD 了。